学面具。面具，面具，面具，现在开始面具。全国队伍开始拉筋了啊！面具，我选三号。三号，请看三号的道具是什么？玩具，玩具，我还是玩具。小鬼用玩具击掉了五分啊！玩具，玩具可以扔，其实挺好的。那叫玩具，难怪也可以扔啊！玩具它肯定不能滚。来，有没有人要来尝试一下玩具的？可以试试吗？这是一个很要强的玩具。哎，小鬼，你刚刚玩过这个玩具吗？知道这个力道啊，这个巧劲儿，光用力，让他来还不够啊，要巧劲儿。来，你们试完了要跟面具分享经验。好的，不要只顾着自己玩。一分啊，这里开始，面具把那个坏人，刚刚两个都是接下来的，能不能再加个道具？再加个道具，我一个人的话，行走的。好了，不要玩了，来，回来，我们到面具的挑战时间。这朋友慢走，哎，小心小心小心！哎，有没有考虑过道具老师的感受？哎，道具老师是在帮忙，辛苦你了，很累的。太简单了，这个四号道具不错，给四号道具百分百成功。好，好了，不要闹了，不要提了。来，我们下面看看面具的挑战。面具前面都是错误，加油，不要理他们。为了用难进。对，要巧劲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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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瞄好。这是两家中国企业，这是两家瞬间的交心，主要巧劲儿，加油！三个了，走，跟我们一样，大家拿完这都砸了三分。啊，燕俊拿到了三分，来看燕俊的表现。五个吧，六个吧，我是五个呀。加油！一号是五个，五个。我差一点就到了，加油！啊，那个套圈弹出来了啊，所以面具也是三分。是，耶！好，下面到我们的运动达人了啊，子毅，看子毅的成绩，子毅选一个数。